各位大家好，又是我N 与Lam。今日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述顾家辉先生嘅生平同埋成就。外界对顾家辉的评价，香港教育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撰词节录这样写：他所创作逾1200首的作品，从未有雷同之作，实无负乐坛教父美誉。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撰词节录这样说：他以旋律音符延续港人精神，数十年来成功建立集体回忆。已故著名歌手罗文说：我想香港没有一个人像辉哥般，只要他在台上，所有乐手也听话，他不会发脾气，包括歌手、乐师，大家都十分尊敬他。他很守时，亦不会偷懒。顾家辉曾经举行过的演唱会一：顾家辉王占真友情演唱会，1998年举行，参与歌手包括仙杜拉、陈洁玲、郑少秋、叶振棠、张德兰、汪明荃、顾薇、叶丽仪、罗文、恩妮、梅艳芳等。二、龙发制药香港辉煌2000演唱会，1999年至2000年举行，参与歌手包括叶丽仪、仙杜拉、陈洁玲、叶振棠、钟镇涛、罗文、郑少秋、张德兰、汪明荃、雷安娜、凌波、恩妮、成龙等。三、顾家辉大师经典演唱会，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举行，参与歌手包括林子祥、谢安琪、仙杜拉、张德兰、李洛斯、罗家良、凌波、叶振棠、叶丽仪、陈洁玲、黄耀明、郑少秋、张学友、谭咏麟、陈奕迅等。四、顾家辉荣休盛典演唱会，2015年5月8日至5月19日举行，参与歌手包括郑少秋、汪明荃、张敬轩、叶丽仪、仙杜拉、叶振棠、关谷英、陈洁玲、张德兰、谢安琪、罗家良、欧瑞强、吕方、苏永康、容祖儿、张智霖等。五、顾家辉金紫荆慈善演唱会，2016年2月26日至2月27日举行，参与歌手包括张德兰、欧瑞强、杜丽莎、陈洁玲、C All Star、仙杜拉、苏永康、罗家良、关谷英、叶丽仪、郑少秋、汪明荃等。顾家辉曾经获得的奖项一：1965年获颁授金马奖最佳歌舞片音乐《万花迎春》，1966年获颁授二：亚洲电影节最佳电影歌曲《花团感触之卖花歌》，三：金马奖最佳音乐奖电影《何日君再来》，四：1975年获颁授无线电视与日本 Yamaha Foundation of Music 合办之全港作曲比赛冠军，笑哈哈。五、1977年获颁授金马奖最佳非歌舞片音乐，秋霞。六、1981年获颁授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最高荣誉奖。1982年获颁授七、港英政府的大英帝国援助勋章。八、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，忘尽心中情。九、1985年获颁授无线电视18年主题金曲大奖。十、1986年获颁授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年度最佳作曲当年情。1987年获颁授11香港商业电台最有贡献作曲人。12无线电视劲歌金曲最佳作曲奖地球大合唱和荣誉大奖。1990年获颁授13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音乐秦勇与王占、戴乐文合作。14
无线电视劲歌金曲荣誉大奖。十五，1997年获颁授 Cash 音乐成就大奖。十六，1998年获颁授香港特区政府的童子经星章。十七，2002年获颁授金曲银禧荣誉大奖。十八，2005年获颁授百事音乐风云榜终身成就奖。十九，2011年获香港演艺学院颁授荣誉音乐博士学位，并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2010香港艺术发展奖之终身成就奖。二十，2014年获香港教育学院颁授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，及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。二十一，2015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。二十二，2018年获奥斯卡金像奖邀为评委顾嘉辉的徒弟一徐日勤，知名作曲家及编曲家。顾嘉辉录制《上海滩》时，邀他作钢琴伴奏，自此建立了师徒关系。二，周启生，知名唱作人。三，杜志慈，原名 Andrew Tourson， 中非混血儿，知名作曲家、编曲家及唱片制作人。四，李家绍，徒孙，他是徐日勤的徒弟。各位，回顾顾嘉辉先生的生平事迹同埋佢嘅成就，讲到呢度就全部结束啦。多谢大家收睇，如果大家喜欢呢条片嘅，请俾个 like 我哋，同时请大家订阅同埋分享我哋呢条频道，我哋会继续制作更多题材嘅影片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多啲提供意见俾我哋作为参考。多谢大家，再见。